难不了情。不行了，不行了！哎呀，必算无力啊！哪位爱卿，雅兴啊？此曲只因天上有，臣等无才，
惭愧，惭愧呀！啊，来来来来来，陛下，你的古迹的真是回肠荡气，升冠九霄啊！哎，只可惜妙曲美舞不尽意，缺乏新词歌一曲呀、啊。李龟年，臣在。你这位大唐名嗓，为何不给朕高歌一曲呀、啊？啊，陛下，以往陈词滥调，陛下和贵妃娘娘已经听腻了，臣正不知该唱哪一首为陛下助兴呢。怎么，翰林院就没有人做的新词了吗？臣贺知章启禀陛下，爱卿平身，谢陛下。臣在民间有一挚友，名唤李白，字太白，自号清廉居士，人称谪仙，乃方今天下旷世奇才做的一首绝妙好诗啊。李太白可是进士、探花、榜眼，李白乃寻常布衣，并无学名爵位。哦，那么他何以做的一首好诗？想必是村野之趣，无病呻吟，听来新奇而已，能有什么才气？太师兄的话听不得的，李白的诗绝非如此。我看过他的几首传抄之作，俊逸飘洒，蛮有一些风骨仙气呢。哦，既然如此，朕倒要结识结识啊。难道陛下要宣李白进宫？正是。臣冒昧劝谏陛下，望吾宣李白进宫。为什么？传闻那李白一向狂傲不羁，目中无人，若宣他进宫，小的们难以驾驭，若无君臣之礼，岂不被他搅乱朝纲？高太尉，你是怕李白艺高才深，将你们翰林院比得黯淡无光吧？朕偏要宣他进宫，冲一冲你们翰林院的清规戒律。何爱卿，臣在。宣李白进宫。是，臣有一言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讲。李谪仙风神俊朗，志欲遨游四海，看遍天下名山，尝遍天下美酒，只是此刻不知他云游到什么地方，恐怕一时难以宣到。普天之下莫非黄土，尔等只需四处寻觅，还能找不到吗？啊，遵命。回禀太尉，派出的各路人马访遍了名山大川，未曾找到那个号称谪仙的李太白。什么事儿？
说是没有找到什么叫桃红李白的。啊，哎呀，没找到就算了吧。皇上也是，非要找个什么山野布衣相交。哎哎，你看我的鸡赢了，赢了我的鸡！哎呀，哎，算我倒霉。君子不食言。300两黄金，喏，这是金丹。太尉，这，哎，玩玩嘛，拿着拿着玩着啊。好好好，那我就恭敬，不如从命了啊。太师啊，皇上颁诏大笔，你没问问贵妃娘娘这主事官是谁呀？这个妃爵还能少得了太尉您吗？啊！嘿呀，谪仙！呀，贺内汉！想不到在这遇到你啊。近来可好？好好好，贤弟啊，你可知天子下诏全国在四处查访你啊。查访我做什么？贤弟，走，喝酒去。哦，极好，他乡遇故知不可无酒啊。童儿，你先把行李挑进去，我随后就来。请。谪仙啊，此番进京无论如何也要下榻寒舍。待会儿我令家院引书童回府上安顿。多谢。哎呀，不必客气。请请啊。谪仙啊，啊，听说这醉仙楼的酒还是不错的，是吗？请啊。哎，将将，快闪开！滚，快走！哎，走！他妈的，走！这是哪个府院呢？如此目中无人。哎，万万不可多嘴。这是给贵妃娘娘送荔枝的快旗，就是王爷太子也得让路啊。真是八面威风。谪仙，请，请。哎，老爷来，二位老爷，二位老爷楼上请。谪仙，请。哎，二位老爷，哎，哎呀，告诉你们东家，上好的酒尽管筛来。是，哎。二位老爷雅座请。谪仙，请。请。李郎叫什么名字啊？张琪，弓长张，搅乱思齐的齐，年方26岁，尚未婚娶。原在太尉场下效犬马之劳。智力健全，相貌英俊吗？斜眼儿，有点呆，不过不碍事儿的。这里有份礼单。嗯，好吧，这事儿就包在我身上了。回去告诉你儿子，让他好好应考，不许作弊。不然我可是铁面无私啊。好好，你说什么？你让我应举？然也。不，我不干。如今这世道，就像那鲜亮的桃果，面上鲜亮，可里面
却已经烂了。经营铺路获科名，朝中有人好做官哦。没这两个门路，你就是有孔孟之贤，晁错董仲舒之才，也甭想有用武之地啊。那你来西京做什么呀？你说，你说呀。哎，我可不是来受那帮瞎眼士官气的。行者传好。哎，贤弟，请干。这里是先生，你忘了，这儿是翰林学士贺知章老爷的内宅。可是我怎么到这儿来了？昨日你二人在酒楼里喝得酩酊大醉，还是店小二叫了两顶小轿子把你们抬回来的。哦，想起来了，想起来了，真是酒不醉人，人自醉啊。想不到西京也有如此好酒哦。还说呢，你们喝的是贡酒。哼，又是胡说。谁胡说了？不信你问他。说的不假，昨天我们酒酣歌兴之际，我已派人进宫禀报皇上，得知你我二人在酒肆狂饮，便命人送来两坛贡酒，你我二人竟诚信一扫而空。竟有如此之事啊。还说呢，先生还做了许多好诗啊。哦，诗稿在哪儿？我怎么知道，据说当时店小二和酒客们都一抢而空了。今天早上我上街，街上的人都传唱开了，说什么李谪仙真不愧是斗酒诗百篇，越醉诗越仙呐。那店东家还改换了酒楼的名字，叫什么太白酒家。哦，荒唐，真是荒唐。哎，京都臣民爱屋及乌啊，那店家看来也是生财有道，想借贤弟的大名大发利市了。哎，本想逆身访游，不料事与愿违哦。西京并非深山老林，贤弟岂有不露身份之理？我看还是赶快梳理一番，同我前去朝圣面君吧。面君，陛下有请了。
贺知章带李白参见圣上。来，爱卿，好，来，
好。这次写的太好了，真好，我从来没见过。今后多写几首多好啊。就是。太尉，这种好诗你们做得出来吗？臣做不出来。哼，翰林院里养的这些宫廷诗人，怕也是腹空词穷，江郎才尽呢，只会填些腻腻歪歪的梵音，讨些赏赐。娘娘诧异，李白是三首清平调，其用意十分险恶。什么意思？娘娘，范阳节度使安禄山已在寝宫恭候多时了。谁叫他这个时候来的？皇上此刻正与李白尽欢，娘娘何不借机躲个清闲？咱们走。是。你刚才说李白的三首词用心险恶。啊，是。词中说什么“可怜飞燕因其妆”，那飞燕姓赵，本是汉朝成帝的后妃，因与燕赤凤私通，被成帝贬入冷宫。今李白以飞燕比娘娘，不是借古讽今，有意诽谤吗？望娘娘明鉴。好啊，这个李白真是吃了豹子胆。高太尉，你得给我出这口恶气。臣遵旨。窗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。好诗，先生这首诗做得好。仙气不足，皆因无酒哦。童儿，长安好吗？好啊，长安多大呀，还没见过这么繁华的城池呢。陛下要留我在长安宫前伺候，你说好吗？不好，整天憋在那里面，跟关在鸟笼子里的画眉八个差不多，哪有我们走南闯北云游四海来的舒坦呢、啊、知我者童儿也。贤弟。哦，老爷啊，请。啊，御前伺候没有爵位也是难以相安的，我看大比在即，贤弟还是应试夺冠吧。啊，听说南省事官乃杨贵妃的兄长杨国忠太师，监督官为太尉高力士。正是。哼，这两位宝贝均为爱才之人呐、啊，清廉居士哪里有的闲散经营去买通他们，不如用来饮酒痛快。我已写了一封札子，使人给杨高二位送去，托付他们照应。我与他们素有薄交，想来还不至于驳我的情面吧。啊，我说过宁愿流连诗酒，不愿受芒市官之气。贤弟既然不满权贵当朝，何不以浑身才华阳刚正气匡复社稷呢？啊，这你呀。好，就听贺兄一句。大笔应诗。哎，干干。
什么都没有，哼！启禀太尉老爷，杨太师国中老爷来访。前厅四号。快下去，快下去，快走，快下去，走，快走。马老师，看茶，太师不知有何要事？小弟素知太尉和秘书监的贺内涵有些交情，因此有些事不得不请教太尉。太师请讲。这孙无用是何许人也？错了，是李白。李白，这个贺呆子，分明受了李白的金银，却写了这么封信，在你我面前白讨个人情。就是。太师，像这等公开钻营、蝇营狗苟之徒，理当警觉。大比之日，如有署名李白的考卷，不问好歹，当即批落，以正风气。太师、太尉，请。生只配给我研墨，研墨也不中，只配为我脱靴。解袜，来人，来，将这等轻狂之徒撵出门。是，来，走，好。太师、太尉，你们身为朝廷命官，不能如此草菅人命，陛下得知也不会饶恕你们的。文章，国计如山，大唐的天下就要坏在你们的手里了。走，快走，走吧。你们松手，松手，你们。
这是昏官！太师，太尉，啊，陛下饶恕不了你们的。贤弟，岂有此理！岂有此理！天下哪有这等昏庸的士官？来，走吧。贤弟，休要烦恼，先把设下消消火气。此番出师不利，三年之后还可以再来吗？那时定会别换士官，以帝之才华必然及帝呀。啊，再开考场。我李白绝不再应试了。哎，若有幸得志，定叫他杨国忠为我研墨，高力士为我脱靴。抽刀断水，水更流，借酒消愁，愁更愁，愁更愁。人生在世，日不成。边中，人生在世，日不成。